及承班农参加会见。省委省政府近日分别发出贺电，祝贺我省运动员雷丽娜与队友一起在乒乓球女子 TT6-10级团体决赛中实现团体三连冠，曹宁宁和队友在乒乓球男子 TT4-5级团体决赛中摘得金牌，顾凯、张辩、周颖在乒乓球女子 TT4-5 团体决赛中成功夺冠，胡道亮、叶如意和队友在轮椅击剑花剑男子团体决赛中获得冠军，刘静、李倩在乒乓球女子团体1-3级决赛中成功夺冠。截至发稿为止，江苏军团总成绩为18金9银3铜，位居全国前列。国家统计。